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务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节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This broadcast is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President Dieter F. 总会会长团第二自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次大会由多毛孟松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乌西铎弟兄主持本场会议。我们向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及众多友人表达问候之意，并献上我们的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齐来欢欣》，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七十元劳伦斯·寇布吉长老将做闭会将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慈光歌》。Come rejoice the King.
Our beloved, 我们亲爱永恒的在天上的天父，您的爱子有跟我们讲，来跟随我。带着这个目的，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个美好的大会堂和世界各地的教堂，也带着同样的目的，我们纪念你，感谢你，感谢神在地上的国度，感谢您的爱子，他的生命和他的使命。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的赎罪，给我们的教导和带来的福音。天父，我们感谢在这世上所复兴的福音和国度，所有为这一场次的教育大会所做的准备，这个美好的建筑物和很好的可以通过帮助我们，带给我们生活有帮助，和通过圣灵给我们的帮助。天父，我们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聆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哪里都能够听到您的话语，每一个人都能够遵从您的爱子，他给我们带来道路，唯一的道路，回到你的身边。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现在我们很高兴听施尔使徒定额组的多摩贝利和大卫贝纳长老演讲。贝纳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听七世元赖瑞劳伦斯长老演讲。As I spoke in general conference, 25年前我在总会大会演讲，我介绍了我身旁的一个活道具，这是我身旁的长孙，当时他刚获得亚伦圣职，被安立为祭执事。我在那个场合把握机会对他谈接受亚伦圣职的重要。我对他说，你和其他年轻人就要逐渐长大成人了，承接这个世界。虽然我们这些年纪较长的人曾经影响过这个世界，但是我认为我们要让你们失望了，因为我们任由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让你们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你们所交往的人都没有受到教养，去了解和尊重传统价值。因此，你们所受的同侪压力变得更大，更极端。我们家里大多都有收音机、电唱机和电视机。虽然各种媒体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娱乐，但大部分的节目都是满足视听上的享受而已，并不能够启发和激励年轻人。其实大部分节目的品质都低劣不堪，你们自己家里的那个选台器就足以摧毁你们内心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许多事物在变化中就越保持不变，科技却是个例外。我很想问问亚伦圣职男青年知不知道什么是电唱机。不知道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们以前会去客厅打开电唱机来听音乐。想象一下，我们需要去电唱机那儿，而不是把它带在身上到处走。我也教我的孙子泰利旧约但以理故事当中的四个教训，保持身体健康洁净，发展心智变得聪明，要刚强壮胆，抗拒诱惑，信赖主，尤其是你需要他保护的时候。结束时，我对泰利说，经文里的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过时，你读的时候，不论是担任执事、教师、祭司、传教士、家庭教导教师、长老定额组会长，或是任何主召唤你的职位，你都会同样的感到振奋。这些故事教导你要有信心、勇气、同胞爱、自信和信赖神。我很高兴要跟大家报告，就是他完成了我在25年前给他的任务，接受了麦基喜德圣职，忠信的传教，目前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他有个美丽的女儿。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事情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孙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今年的夏天，我的长曾孙接受他父亲授予亚伦圣职的时候，我有机会站在一圈圣职持有人当中，一起按手在他的头上。虽然他今天不站在我的身边，我还是要对他和持有亚伦圣职所有的美好男青年讲话。能接受亚伦圣职是非常特别的祝福。历史记载了那个荣耀的日子，圣职复兴到世上，让人再次有权利带领神执行神圣的教义。1829年4月5日那天，奥利弗·考德里来到约瑟·斯密的家，他向先知约瑟·斯密询问有关他所翻译的古代经记录摩尔门经的事。奥利弗认同了这事工的神圣性以后，同意在完成翻译的过程中担任抄写员，翻译的工作随后便进展迅速。
到了1829年5月15日，约瑟和奥利弗已经进行到尼斐三书。复活的救主造访西半球的历史和洗礼的教导都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读尼斐三书时，心里开始对洗礼的教义感到好奇。哪一种洗礼方式是正确的？谁有权柄执行这项神圣的拯救教义呢？他们想出这个基本教义问题的答案，决定透过祈祷来寻求。于是他们到附近的苏克汗纳河边的一个地方，真心诚意地祈祷。结果诸天向他们开启，有位天使出现，介绍自己是施洗约翰，又告诉约瑟和奥利弗，他是在持有更高圣职的彼得、雅各和约翰的指示下行事的。他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说，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要，这圣职绝不再从地上取走，直到利未的儿子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后来奥利弗回忆这件事时说，但是想想，多想一会儿，当我们在他手下接受神圣圣职，我们心中充满何等的快乐，我们又必然是怀着何等的惊讶而屈膝。数世纪以来，世人一直在等待神复兴他的权柄，神圣的亚伦圣职的能力和荣耀终于重回到世上。我们从教义和圣约第107篇得知，较小的圣职被称为亚伦圣职的原因。第二种圣职称为亚伦圣职，因为那是授予亚伦及其后裔，遍及他们的各个世代。这圣职之所以称为较小的圣职，是因其附属于较大的或麦基洗德圣职，有能力主理外在的教义。较小或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约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主理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亚伦圣职的男青年不仅获得能力和权柄去履行圣职职责，成为主的代理人，还能够获得天使施助的权要。亚伦圣职男青年，我向你们做见证，主受庄严圣约的约束，必须按照你们的忠信程度来祝福你们的生活。只要你们留意圣灵警告的声音，听从他的指示，你们就会得到天使施助的祝福。这祝福将会为你们的生活加添智慧、知识、能力和荣耀。这是主应许给你们的一个确定的祝福。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知会的禁食见证聚会，有一个亚伦圣职顾问站起来做见证。他的见证让我重新体认持有天使施助的权柄对一个亚伦圣职持有人的意义。这个顾问讲到当天早上他和知会亚伦圣职弟兄的一些经验。他在去教堂的路上看到两个年轻的执事拿着禁食捐献袋到教会成员的家中。他们穿着星期日最好的服装，以慎重的态度履行他们的任务，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他陪同两位祭司到一间专门给身心有障碍的人住的宿舍去主理圣餐。顾问注意到他们是用恭敬和关怀的态度在履行他们的神圣任务。然后顾问简短地分享了一个让他深受感动的经验，因为其中的一个祭司提醒了他，身为耶稣基督真正代理人，也就是施助天使的实质意义。这位年轻祭司在传递水给会众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像是患有严重唐氏症的男子面前。这人因身体的状况无法用从水盘上取圣餐杯来喝，这位年轻祭司立刻按当时的情形做出反应，
他把左手放在那人的头后面，让他做成可以喝水的姿势，然后用右手拿起一杯水，轻轻地、慢慢地倒进那人的嘴里。那人脸上露出感谢的表情，那是一个人得到帮助时所流露的神情。这位优秀的年轻祭司接着把祝福过的水传递给在座其他的教会成员饮用。这位顾问在见证中讲到那一刻他心中的感动，他说他静静地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而知道只要有这样年轻有爱心和服从的亚伦甚至持有人，教会的前景就不用担心了。泰福彭森会长曾说，给我一个道德清白、忠实出席教会聚会的男青年，给我一个光大圣职、赢得对神尽职奖而且成为英籍童子军的男青年，给我一个从福音进修班毕业、对摩尔门经有火热见证的男青年，给我这样的一个男青年，那么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在传教和一生中为主行奇迹的青年。这些杰出男女青年的父母们，我们要给你们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你们的儿女明白神圣圣职的教义。他们必须从小知道拥有主的永恒圣职是何等的祝福，也要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才配得这些祝福。各位主教，你们持有圣职权柄可以主领亚伦圣职的男青年，你们要在议会中和他们坐下来，教他们明白他们的职责，一定要确定每个配称接受亚伦圣职的男青年都了解身为圣职持有人的义务与祝福，协助他们现在就学习光大圣职，给他们重要的任务，协助他们为人服务，施助他人。男年轻青年们，我要鼓励你们把生活建立在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上，这是唯一能够抵挡人生种种压力，让你们持守到永恒的基础。你们所持有的圣职是很特别的恩赐，因为给你们这恩赐的是主，你们要运用它、光大它、配称拥有它。我要你们知道，我个人对这圣职的能力有特别的见证，它在我生活的许多方面造福了我。我也要鼓励你们今天就下定决心光耀这伟大的祝福，准备好晋升亚伦圣职的执事、教师、祭司各项职位，要把自己准备好接受麦基奇的圣职的伟大祝福。这是你们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以前必须配称才能够接受的。主需要你们做好为他服务的准备，尤其是准备好承担向世人宣讲他福音的重责大任。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做好准备接受他的神圣圣职，他就会确实地把祝福倾注在你们的头上。我向你们留下这个见证，奉我们的主及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的讯息主要谈的是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接受圣灵的重要。我祈求并邀请主的灵来教导和启发我们每个人。约瑟·斯密和以利亚·西比于1839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为密苏里圣徒所遭受的恶劣待遇求偿时，写了一封信给斯密海伦，提到在与美国总统会谈中，他询问我们的宗教和当时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约瑟弟兄说，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洗礼方式和圣灵恩赐的按手礼。我们认为其他一切要素都包含在圣灵的恩赐当中。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成员，他是灵体的人物，为所有真理做见证。经文将圣灵比作保惠师，
教师和启示者。父和子的启示经由圣灵传达给我们，他是父与子的使者，并为他们作证。圣灵经由两种方式向世上的男人和女人显示，即圣灵的力量和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力量可以在一个人洗礼前临到那人身上，使人获得见证，确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透过圣灵的力量，真心诚意的慕道友能获得确证，知道救主的福音、摩尔门经、福音福音、福音复兴和约瑟斯密的先知召唤之真实性。圣灵的恩赐只能在经过适当且蒙得授权的洗礼之后，由持有麦基洗得圣职的人按手在头上来赐予。主宣告说，是的，悔改并且受洗，为了你们每个人的罪的赦免。是的，受水的洗礼，然后受火和圣灵的洗礼。凡有信心的，你们要在我教会中借按手礼证实，我要授予他们圣灵的恩赐。使徒保罗也清楚地将这项教义指示给以弗所人，他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浸没洗礼是福音的初步教义，洗礼后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赐才算完整。先知约瑟斯密解释说，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做准备的神圣教义，圣灵恩赐则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借着按手赐予的圣灵恩赐，除了透过正义的原则外，不能透过任何其他原则来接受。证实教会新成员和授予圣灵恩赐的这项教义，既简单又意义深远。配称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按手在新成员的头上，称呼那人的全名，然后借着神圣圣职的权柄，并奉救主的名证实那人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接着说出这句重要的话，接受圣灵。由于这项教义非常简单，我们很容易会忽略其重要性。接受圣灵这四个字并不是一项被动的宣言，而是一项圣职指示，即一项带有权柄的训示，告诉人们要付诸行动，而不是受行动支配。圣灵并不会因为有人按手在我们头上和说出那重要的四个字后，就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每个人在接受这项教义后，都负有一项重大责任，要不断去渴求、寻求、实践和过配称的生活，让我们能确实接受圣灵及随之而来的属灵恩赐。如果送礼物给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礼物，那对这人有什么益处呢？看啊，他没有从那送给他的礼物得到快乐，也没有从那送礼物的人得到快乐。我们应该怎么做？
使我们能持续不断地奉行这项训示，来寻求神主第三位成员为伴。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一、真诚地渴望接受圣灵；二、适当地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三、忠心地遵守神的诫命。首先，我们应该渴望、热切盼望，并且努力寻求圣灵的陪伴。你我都可以从摩尔门经理夫子的几位忠信门徒身上学到关于正义的渴望的伟大教导。十二门徒教导的群众，看啊，他们要群众跪在地上，奉耶稣的名向父祷告。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他们渴望获赐圣灵。我们是否同样记得要热切并持之以恒地为我们最应当渴望的事及圣灵祈祷呢？还是我们因为世俗的顾虑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而分心，将圣灵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轻忽了这项所有恩赐中最宝贵的恩赐？接受圣灵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真诚且持之以恒地渴望在生活中有他为伴。我们若适当地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准备好来接受和辨认主的灵。我们无法强迫、逼迫或命令圣灵，反而我们应该同样以他对待我们的那份温顺和柔和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经由许多方式来邀请圣灵为伴，透过订立和遵守圣约，个人和家庭真诚的祈祷，勤奋查考经文，促进与家人朋友之间融洽的关系，培养充满美德的思想、行动和言语，以及在家中、圣殿内和教会里崇拜主。相反地，怠忽或违背圣约及承诺，没有祈祷或研读经文，以及不良的思想、行动和言语，都会导致圣灵从我们当中退去或远离我们。便雅悯王曾教导他的人民：现在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且学过这一切事情后，假如你们还犯罪并违反他们所说的话，你们就是自己离开主的灵，使主的灵在你们里面无处可容，不能指引你们走智慧的道，使你们蒙福昌盛，得到保护。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是获得圣灵所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星期聆听圣餐祈祷文和配称领用面包和水时，都在提醒自己记得这项真理。我们许诺愿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时，都蒙得应许，会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因此，救主的福音所教导我们去做和去成就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祝福我们能有圣灵为伴。想想我们为何要祈祷和研读经文。是的，我们渴望在祈祷中奉子的名与天父沟通。没错，我们渴望从标准经典里得到光和知识。但是请记得，这些好习惯主要是帮助我们能一直记得天父和他的爱子，而且也是能一直有圣灵为伴的先决条件。请大家认真思考，我们在主的殿里和在圣餐聚会中做崇拜的原因。是的，我们在圣殿内为已逝的亲人服务，在我们居住地的知会和分会中为亲朋好友服务。的确，
我们也享受与弟兄姐妹们的正当交谊，但是我们团结合一地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要寻求圣灵的祝福与指引。祈祷、研读、聚会、崇拜、服务和服从这几项福音核对表上所列的要点都息息相关的，无法各自单独存在。更确切地说，每一项正义的行为对于达成接受圣灵这项重要的灵性目标而言都极为重要。神希望我们去服从的诫命和教会领袖希望我们去听从的灵感忠固，主要都着重在使我们能获得圣灵为伴。就根本而言，一切福音的教导和活动中心点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获得圣灵。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成为像摩尔门经里的那些青年战士一样，他们确实服从并执行每一道命令。是的，而且事情都照着他们的信心成就。他们固守神用于解放他们的自由，天天牢记着主他们的神。是的，他们继续谨守他的规章、法典和诫命。主已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整个地面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这所复兴的教会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救主的教会，而救主乃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个真实的教会，因为有圣灵所做的功和圣灵的恩赐，我们何其蒙福，能活在这时代，在世上有圣职，而且我们可以接受圣灵。先知约瑟·斯密在殉教后数年，曾向百翰洋会长显现，给予这项历久弥新的忠固，告诉人们要谦卑忠信，务必要保有主的灵，那灵就会指引他们做正义的事。要谨慎，不可不听那轻巧的声音，那声音会指示他们该做的事和该去的地方，并会结出国度的果子。告诉弟兄要敞开心怀，培养坚定的信念，并在圣灵临到他们时能随时准备好接受他。他们可以分辨主的灵与其他的灵，主的灵会向他们的灵魂说出平安和喜乐的话语，也会将恶意、怨恨、争斗和所有的邪恶去逐出他们的心，使他们只想为善、行事正义并建立神的国度。告诉弟兄，如果跟随主的灵就不会出错。我祈求我们会真诚渴望并适当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也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并确实接受圣灵。我保证先知约瑟·斯密像百翰洋所说的那些祝福，对于每位听到或读到这项讯息的人都是实际可得的。我见证父与子确实活着，我见证圣灵是启示者和宝贵师，他是我们所应当学习的最佳教师。我见证在这后期时代，圣灵的祝福和恩赐在这所真实活着的耶稣基督的复兴教会中运作着。我这样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演讲的对象是青少年的父母。你们那些聪明的、精力充沛的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敌人主要的攻击目标。举足轻重的父母今天正聆听总会的大会，祈求能获得答案，帮助他们带领的子女度过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的这几年。
我最大的几个孙子最近也刚成为青少年，所以我非常关心这个主题。虽然世上没有完美的父亲，父母亲也没有简单的答案，却有我们可以依赖的真理原理。2001年男女青年协进活动的经文主题选自约书亚书，开头是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句经文对父母而言也是很好的主题。在这末世的日子里，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有勇气的父母，不要惧怕护卫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立场。想象一下，你的女儿正坐在铁轨上，而你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响起，你会警告她赶快离开铁轨吗？还是你会犹豫，担心她可能认为你过度保护？如果她不理会你的警告，你会很快地把他们抱到安全的地方吗？你们当然会。你们对女儿的爱远超过其他种种考虑，你们会把他们的生命看得比她一时的心满意足更重要。挑战和诱惑正以火车般的速度和力道向我们的青少年驶来。家庭公告提醒我们，父母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子女，这是指在灵性上和身体两方面。在摩尔门经中，我们读到小阿尔玛劝告他叛逆的儿子。克利安顿向卓伦人传教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阿尔玛非常的爱他，因此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他对儿子不道德的情境表达了深切的失望，并把罪的严重后果讲给他听。我每次读到阿尔玛这几句勇敢的话，都深受启发。如今主的灵对我说，命令你的子女行善，因此我怀着对神的敬畏，命令你们不要再犯罪。克林南顿的父亲趁早介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他悔改了，从此忠心的服务。我们把阿尔玛经和经文中的另外一个父亲，也就是旧约的以利来做个比较。以利是在撒母耳先知的时候的以色列的大祭司。经文上说，主曾严厉地斥责他，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以利的儿子虽从未悔改，以色列人民则因为他们的愚蠢而遭受苦难。以利的故事教导我们，父母固然爱子女，但是承担不起畏惧子女的代价。几年前的一场总会大会，乔·柯丁森长老提醒我们，亲子不是一项受欢迎程度的比赛。罗拔·海尔长老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有时候我们会怕自己的畏惧自己的孩子，怕跟他们讨论事情，怕他们不高兴。几年前，我们的17岁大的儿子想跟朋友在周末旅行，他那些朋友都是好男孩，他来征求我的同意，我很想答应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趟旅程感到不放心。我和妻子谈过了我的感觉，他很支持地说，我们需要听从那个警告的声音。当然，儿子非常的失望，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去。我诚挚回答他，我不知道原因。我说，我就是觉得不放心，我很爱你，所以我不能不管心中那些感觉。我惊讶地听他说，爸爸，没关系，我了解。年轻人能了解的比我们的想象还多，因为他们也有圣灵的恩赐，他们要学着辨认圣灵说话的声音。他们正在观察我们的榜样，他们要从我们身上学到怎么样去注意他们所接受到的提醒。如果他们觉得某一件事情不对劲，最好就不要去做。在教养方面下决定时，很重要就要夫妻合一。如果父母有一方觉得某一件事情不好，那就不要同意。如果有一方觉得某一个电影、电视、电玩、派对、服装、泳衣或者网络活动感到不妥，就要彼此支持，勇于说不。我想跟你们听听一位7岁的母亲所写的信。他正值青少年的时期的儿子逐渐失去了灵性，也不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他说明了事情的始末。我
在我儿子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忧心忡忡，并且试图阻止他玩暴力的电玩。我和丈夫谈过，也把教会的杂志、报章有关这些游戏的警告文章给他看，但我的丈夫觉得没什么，没有那么重要。他说，我们的儿子又不是在外面吸毒，不需要担心。有时候我会觉得把摇杆藏起来，我的先生又把它放回去，我开始觉得让步比坚持容易多了。我真的觉得电玩就像毒品一样容易上瘾。我会帮助其他父母亲避免重复我的复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配偶觉得某件事情不妥，你要尊重那种感觉。当你选择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都不说也不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纵容那毁灭的行为。父母要教导子女，只要等到准备好结婚时，才可以发展罗曼蒂克的关系。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许多令人心痛的事情发生。男女朋友过早出双入对是很危险的。成为一对恋人，在情感上所产生的亲密感，往往会导致身体上发生亲密关系。撒旦明白这样的一个后果，把它当成利器，他会尽一切所能来阻止男青年去传教，并且阻挠圣殿婚姻。在撒旦成功以前，父母勇于表白干涉是非常重要的。培道班教导说，涉及道德问题时，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要大声提出警告。我一直都相信深夜不会有好事情发生，也相信年轻人需要知道他们应该几点要回家。父母熬夜等待子女回家时，便是一种展开极大的智慧。男女青年知道父母在等着他们讲当晚的活动，还要亲吻道晚安时，他们就会做更好的选择。我要针对这许多地方都很常见的一项做法提出我个人的警告。我讲的就到朋友家过夜这件事情。我当主教的时候，发现有太多的青少年是在朋友家过夜时第一次违反智慧语和贞洁律法的。他们第一次接触色情，甚至于第一次碰上警察，也往往是他们到朋友家过夜的时发生的。当我们的子女远离我们的范围，或者他们在深夜防卫心松懈的时候，同侪的压力就变得更大。如果你对于一项需要过夜的活动感到不安，就不应该怕去回应那心中的警告的声音。当事情关忧到你们的宝贵子女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时，一定要在心中不断的祈祷。亲子的勇气并不意味着一直要说不行，父母也需要有勇气对现在先知的忠告说行。教会的领袖劝顾我们在家里建立正义的模式，有五个可以巩固青少年的基本做法供大家做参考。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家人共进晚餐，以及定期和每一个子女一对一谈面谈。不论子女正在做什么事情，你们都要有勇气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一起跪下来祈祷。你们要有勇气关掉电视和电脑，带领家人每天阅读几页经文。你们要有勇气拒绝周一晚上的其他的邀约，好让你们全家保留那个晚上。你们要有勇气和自制力，不要安排过多的行程，让你们可以全家在家吃晚餐。我们能听影响儿女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他们个人面谈中给他们忠告。我们只要只听聆听，就可以发现他们内心的渴望，帮助他们设立正义的目标，和他们分享我们所接触到跟他们有关灵性的讲法。给他们忠告也是需要勇气的。想象一下，这五项正义的模式就要是都能在每个家庭里贯彻实施的话，新生的一代就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就像基拉曼的战士一样，所向披靡。在这个后世，管教青少年是一项令人十分谦卑的任务。撒旦和他的众徒力图破坏这个世代，主的依赖坚定的父母来教养他们。父母们啊，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知道神会听取回答你们的祈祷。
我见证主会支持和祝福勇敢的母亲、父母亲。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唱诗班和会众，下面唱《我是神的孩子》。音乐以后，七十元，伯茂恩长老、耶罗马加格蒂长老和莫文亚诺长老将为我们演讲。亚诺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听施尔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演讲。This is the 180th semi-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议大会。I a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传统，我们应该珍惜它。在瑞典哥德堡市区，有一条美丽的大道，两旁种了许多美丽的树。有一天，我看到其中一棵大树的树干有个洞，就好奇地往洞里瞧了瞧，发现这棵树是完全中空的。树虽是中空的，但树干里可不是空荡荡的，那里面塞满了各样的废弃物。我很惊讶这棵树还站得住，因此我抬头向上看，看到树干上半部的周边装上了宽钢条，
钢条上接了好几条钢绳，钢绳则依次绑紧并固定在附近的建筑物上。这棵树远看就像其他的树一样，只有在朝着树干里边看的时候，才能觉察树干是中空，而不是实心、强壮的。许多年前，这树干便不知何故，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渐渐开始腐朽。这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然而，就好像幼小的树苗，一丁一点地长成强壮的树木一样，我们的能力也逐步增长，由内而外长得强壮结实，而不像那棵中空的树。透过耶稣基督具有医治力量的赎罪，我们才有力量屹立不摇，并使我们的灵魂充满光明、理解力、喜悦和爱。他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尝受他的良善，凡来救他的，他都不拒绝。他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至于这个安息，约瑟 F. 史密说，就我所知，是指得到神的知识与神的爱，对他的目的与他的计划有信心，因而知道我们是正确的，并且我们不追逐其他事物，不受各种异教之风搅扰，众人的诡计或欺骗。我们会知道神的教义，不会向人询问有关神教义的问题。他们大可发表意见、理念及反复无常的见解，对神的信心达到了那种不再有任何怀疑或畏惧的程度时，就是进入了神的安息。找到我们灵魂的安息，包括着意念和内心的平安，这就是学习并遵守基督的教义，并成为基督伸援的双手，去服务及帮助他人的结果。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并遵循他的教导，能带给我们坚定的希望，这希望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定锚。我们能变得巩固不移，拥有持久的内在平安，也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只有在我们背离光和真理时，像那棵树一样的空虚感才会占据我们灵魂的最深处，而我们甚至会试图以没有持久价值的事物填补那份空虚的感觉。想想我们来到世上之前是以灵体儿女的状态存在，来世又会以不朽的状态存在，今生实在是很短暂的时刻，然而今日是受验证的日子。但是我们若选择遵从那项邀请，不浪费我们受验证的日子，那么今日也是充满机会的日子。我们脑中的思想、心中培养的感觉，以及我们选择要采取的行动，不论今生或来生，都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每天都要将眼界提高，是一项很有帮助的习惯，那就是对我们的计划和要做的事情保持永恒的眼光，尤其是
当我们觉察自己虽保有当下的今天，却倾向于等到未来的明天才去做我们做事该做的时候，在这一路上，我们可以透过圣灵持续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做选择。现在，如果我们选择去做那与自己拥有的光和理解力背道而驰的事，我们必感到良心不安，那当然是不好的感觉。不过，良心不安能立刻提醒我们，现在是该悔改的时候了。就这方面来看，则是一项祝福。我们若谦卑并渴望行正义，必会想要尽快改变我们的做法，而骄傲和企图使他们成为律法的人，除非让悔改之灵进入他们的心中，否则就是容许撒旦用亚麻绳套在他们头项上牵引他们，直到他用他坚韧的绳索永远绑住他们。跟随邪恶的势力永远不会产生平安的感觉，这正是因为平安是来自神的恩赐，仅透过神的灵而来到。邪恶绝非幸福。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微小而简单的事物往往会有长远的影响。我们的言谈、举止以及我们选择对事物的回应方式，不只会影响我们个人，也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能建设，也能破坏。我祖母的故事就是个简单而正面的例子。她派一个年幼的孩子去买蛋。这位受附托的孩子大概是一路上开开心心地走回家，所以到家时，大部分的蛋都破了。当时家中有个朋友在场，力劝我的祖母责备孩子行为不检。不过我的祖母冷静而有智慧地说，不必了，这样不会让蛋恢复原状。我们就拿还能用的蛋做一些松饼，让大家一起享用吧。当我们学会以明智且具有灵感的方式来处理微小而简单的日常事物时，就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力，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和谐，同时增强并巩固我们周遭的人。这就是因为每一样邀请我们为善的事物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如今我所提到那棵空心树已不再屹立了，一些青少年把鞭炮扔进树洞里，造成那棵火，那棵树失火引燃，那棵树已无法挽救，不得不被砍下来。要慎防那些会从里到外毁灭的事物，不论那些事物是大是小，这些事物可以产生一个爆破性的影响，并带来灵性的死亡。让我们反过来专注在那些维持意念和内心持久平安的事物上，然后我们的自信必在神面前愈发坚强，进入主的安息和获得平安的恩赐。这项应许与属世短暂的满足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一项来自天上的恩赐。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有能力医治，巩固灵魂，他是耶稣基督，我为他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n a beautiful sunny morning, 在一个美丽晴朗的早晨，我邀请快满八岁的孙女陪我去湖边散步。这个湖其实就是我们城市使用的水库。我们开心地走，步道旁边有着清澈的溪流，发出轻柔的水声，旁边也长满了美丽的树木和清香的花朵。小鸟也在唱歌。我问那蓝眼睛、开心又天真的孙女，她要怎么准备洗礼？她反问我说：“爷爷，什么是罪？”
我默默地祈求灵感，然后尽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回答他。我说，故意不服从神的诫命就是罪，这让天父伤心，也让我们痛苦和悲伤。他感兴趣地接着问，罪怎么控制我们？他的问题显示出他的单纯，但也显露出他很关心要怎么避免犯罪。为了让他更清楚了解，我就用当时四周的自然景物来说明。我们沿着步道继续走，在一个篱笆旁发现了一个石柱，它的四周长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灌木和小树。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植物会长得比石柱还要高大。我记得再往下走一段路，就可以找到另一个已经被植物完全覆盖的石柱。几乎不知不觉的，石柱就这样一点点的被植物覆盖了。我可以想象，那个石柱一定没料到自己那么强壮的身躯，最后竟然被那么柔弱的植物所包围和摧毁。他原先可能会想，没问题的，我又强又壮，这棵小植物伤害不了我的。因此，旁边的树木日渐茁壮，石柱一开始没在意，还享受着树木提供的树荫。但树木继续长大，原本看起来很脆弱的两根树枝，曾几何时已经把石柱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石柱仍然不明了怎么回事。我们走了不久，就看到刚才所说的那个石柱。石柱已被树推倒在地，我的孙女看起来很吃惊地问我说，爷爷，这就是那棵罪恶树吗？我向她解释，这只是一个象征或是一个例子，说明罪如何控制我们。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对她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她使我联想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犯罪，以及罪恶如何在我们的许可下偷偷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警醒，例如早睡早起，虽然是微小的选择，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交易和圣约第88篇第124节教导我们，要早起，使身心充满活力。由于服从主的教导，那些早睡的人醒来时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身心充满活力，获得了主的祝福。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事情，例如晚睡、不做每日的祈祷、不进食或不遵守安息日等之类的小疏忽，都会让我们逐渐对罪恶没有警觉，开始做更糟的事情。我青少年的时候需要晚上十点以前回家，今天这个时间却是一些人正要出去寻欢作乐的时候。然而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深夜会常发生的一些最糟的事。一些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时段前往不适宜的场所，那里所播放的音乐和歌词让他们无法有圣灵委伴，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轻易地成了罪的猎物。一个人会成为罪的猎物，往往是从结交与福音标准不同的朋友开始，后来为了受欢迎或被朋友接受，开始在福音原则和律法上做出妥协，走上了这条只会为自己和亲人带来痛苦和伤心的路。我们务必警醒，不要让罪恶在我们的身边滋长。各种形式的犯罪无所不在，甚至包括电脑或手机。这些科技虽然实用，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例如沉浸在浪费时间的游戏，或增加肉体上的享受的节目，或是色情之类的更糟糕的事情上，其结果是身具破坏力的，
色情残害品格，使人陷入污秽的流沙中，需要极大的协助才能摆脱。这可怕的怪物使一个人和他无辜的子女、配偶和父母亲都陷入痛苦和煎熬之中。罪总带给我们痛苦和悲伤，服从和牺牲总带给我们永恒的幸福。要遵循哪些标准？事先就要做好决定，不要等诱惑出现才做。我们的准则必须是：这样的事我会去做，因为这是正义的，是从主而来的，会带给我快乐。这样的事我不会去做，因为它会使我远离真理，远离主，失去他应许给忠心服从的儿女的永恒幸福。由于天父知道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他在他的计划中提供了一位世界的救主，为所有悔改罪向他寻求帮助、安慰及宽恕，以及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提供救赎。如果我们犯了罪，就必须尽快寻求协助，因为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罪恶的罗网，就像刚刚提到的石柱无法逃出植物的包围一样，我们必须有人帮忙除去这种致命的束缚。父母亲可以提供协助，而主教是蒙神召唤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必须向他敞开我们的心胸。教义和圣约第58篇解释说，看了犯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 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啊，他将认罪并弃绝罪。在我们湖边散步的几个月后，我孙女的主教，也就是他的父亲，跟他做洗礼面谈。面谈后我问他谈得怎么样，他几乎用责备口气回答我说，爷爷，难道你不知道面谈是机密的吗？主教们，我希望你们认真地看待那个回答。在我看来，我孙女在极短的时间里懂事了不少。正如我描述的，那棵树会带给我们伤心、痛苦、煎熬，又使我们落入圈套，有另一棵树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尼腓一书第八章提到，事情是这样的，我看见一棵树，树上的果子很可口，能使人快乐。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前吃了树上的果子，我觉得那是我尝过最甜美的。是的，而我看到树上的果子是白色的，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白色。我吃了树上的果子，我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持坚强，做出好的选择，能让你尝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你若故意犯了错或偏离了正道，我们伸出双手对你说，来吧，还有希望，我们爱你，想帮助你拥有幸福。天父非常爱我们，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也非常爱我们，甚至他舍弃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那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变得洁净，得到那份喜悦呢？我为此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乔治·斯密会长小的时候，已过世的祖父乔治·艾伯特·斯密出现在他梦中，问道：我想知道你用我的名字做了些什么事。斯密会长回答说：我从未用你的名字做过任何使你蒙羞的事。我们每星期领受圣餐时都立约，许诺愿意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就蒙应许得到最美好的祝福，也就是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正如乔治·斯密会长必须对他祖父负责用他的名字做了哪些事一样，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也要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负责，用他的名字做了哪些事。箴言里谈到好名声的重要，我们在箴言中谈到读到，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以及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我在思考这两节经文及好名声的重要时，父母留给我和四个兄弟两个姐妹关于好名声和传承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父母在世时没有金银财富，我们一家九个人就住在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卫浴的房子里，我的两个姐妹就睡在后阳台砌起来的地方。家父家母过世后，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数量并不多。母亲留下了几件洋装，几件旧家具和少数几件私人用品，家父则留下一些木工的工具，几把老旧猎枪，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了。唯一值钱的就是一间朴实的房子和一个存款不多的户头。我们在公开场合中一同流泪，表达感谢，知道他们留给我们的是比金银更宝贵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们爱和时间，我们在他们珍贵的日记里可以读到他们经常为福音的真实性所做的见证。他们很少以言教，更多是以身教来教导我们要辛勤工作，诚实且富足，十一奉献。他们也在我们心中灌输一些观念，促使我们追求教育，去传教，而最重要的是找一个永和伴侣在圣殿结婚并持守到底。说实在的，他们留下好名声的传承让我们永远感念。受敬爱的先知希拉曼和他的妻子蒙福生了两个儿子，取名为里海和尼斐。希拉曼告诉这两个儿子为什么要以比他们早出生大约600年的两位祖先的名字来命名。看啊，我用我们最早祖先的名字里海和尼斐为你们命名。我这样做是要你们想到自己的名字时，也想到他们所做的事。你们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时，就会知道为何所讲和所写的都说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好事。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做好的事，使别人说到写到你们时，也能像说到写到他们一样，如此你们可获得永生的宝贵恩赐。弟兄姐妹们，600年后我们的名字会让人记得什么？摩诺乃谈到我们如何承受基督的名，借以维护我们的好名声时，教导说，我再劝告你们，你们要归向基督，接受每一项好的恩赐，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洁之物。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邪恶。我们在《巩固青年》这本受启发的手册中读到，选择的自由是神赐的永恒原则，每一种选择都有其道义责任。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我们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却由不得我们选。一旦做了选择，就必须接受选择的后果。我和爱妻迪瓦纳结婚后不久，她跟我说了个故事，是关于她在青少年时期所学到这项重要教义，那就是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但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却由不得我们选。经由我女儿雪莉的帮助，我想讲一下雅诺姐妹的经验。我15岁的时候，常常觉得规矩和诫命太多，我不相信一个正常的爱玩的青少年在这么多的限制下还能享受人生。况且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在父亲的牧场上工作，这严重影响了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有这么一个夏天，我其中的一份工作是确保山上放牧的牛群没有弄坏篱笆跑到麦田里去。
牛要是吃了不熟的麦子，就会得气脏病，窒息而死。牛群中尤其有一头牛，老是喜欢把头伸出篱笆外。有一天早上，我骑着马沿着篱笆去查看牛群的状况，发现那头牛已把篱笆弄坏，跑到麦田里去了。我懊丧地发觉，它已经在麦田里吃了好一阵子，因为它的肚子胀了起来，像气球一样。我心里想，你这头笨牛，篱笆是要保护你的，可是你却偏偏要把它弄坏，又吃了这么多麦子，命都快没了。我急忙回家叫我爸爸来，不过等我们赶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死了。失去这头牛让我很伤心。我们把它牧养在山里美丽的牧场上，筑了一道篱笆来保护它远离有害的麦子，可是它却愚蠢地弄坏篱笆，以致丧失了生命。当我思考着这篱笆的作用时，体会到它是一道保护，就像神的诫命和父母的规定也是一道保护一样，诫命和规定都是为了我好。我了解到服从诫命可以救我脱离属世和属灵的死亡，这项领悟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捩点。亚诺姐妹学到了我们仁慈睿智且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们诫命，不是为了要约束我们，虽然我们的敌人要我们这么认为，而是要赐福我们的生活，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孙保护我们的好名声和传承，就像尼海和尼斐获赐诫命一样。正如那头牛承受了自己选择的后果，我们每个人也必须学到篱笆外头的草绝不会更青翠，永远都不会，因为邪恶绝非幸福。我们每个人在今生结束后都要承受我们选择的结果。诫命很清楚，是用来保护而不是来限制的。服从诫命会带来无数美好的祝福。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都会犯错，我很感谢有赎罪，赎罪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悔改，做必要的修正，好让我们能再度与救主合一，感受宽恕的甜美。我们的救主，请我们每天洁净我们的名字，好回到他面前。他的鼓励充满了爱与温柔。在我读出下面这段救主所说的话时，请各位与我一同想象，我们就在他的怀里。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我父母因为他们的好名声而永远被怀念。今天我要向你们每个人提出我父母给我的挑战。各位做任何事情以前，请想象救主就站在你身边，然后问自己，知道他在你身边，你还会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吗？他确实就在你们身边。我见证我们敬爱的孟孙会长的确是先知，他谈到我们的主及救主时，经常会引述这下面这段经文：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到了辉煌光荣的那日子，当我们站在挚爱救主的面前，报告我们用他的名字做了哪些事的那天，愿我们都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荣耀你的名，我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死好让我们得以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此时秋天正片临着洛基山脉，为大地带来了绚丽的色彩，绿叶纷纷转换成灿烂的烟橘、火红和鲜黄。秋天时分，大自然正处在一种过渡时期，好为冬天的凄美、严寒做好准备。对于那些以飞鹰钓鱼的人而言，
秋天是个令人尤其兴奋的时刻，因为在这个季节，鳟鱼有种几乎无法满足的饥饿感，随时都想饱餐一顿，以增强身体，好度过食物短缺的冬季。飞鹰钓鱼者的目标是通过巧妙的伪装来捕捉鳟鱼。经验老道的钓鱼人会研究鳟鱼的习性、天气、水流、鳟鱼所吃的昆虫种类，以及这些昆虫孵化的时间。他常会亲手制作诱饵。他深知这些内藏小鱼钩的人造昆虫必须是完美的赝品，因为即使有一丁点的瑕疵，鳟鱼都能察觉而据实诱饵。看着鳟鱼破水而出，咬着饵奋力抗拒，直到最后精疲力尽被收线捕获的画面真是精彩刺激。此乃运用知识技巧设下圈套的钓鱼人与高贵的鳟鱼间的一场竞赛。使用人造诱饵来蒙骗和捕捉鱼，好比路西佛常用来诱惑、欺骗并试图诱捕我们的伎俩。就像飞鹰钓鱼者知道鳟鱼受到饥饿的驱使一样，路西佛也知道我们的饥饿或弱点，并用假饵来诱惑我们。我们若是吃了，就会从平静的生活被拽进他无情的影响力之下。钓鱼人捕到鱼后会将鱼毫发无伤地放回水中，但路西佛可不会自动放手。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受害者变得和他一样悲惨。李海说，因为路西佛已从天上坠落，变得永远悲惨，他就力图使全人类同遭悲惨。和我弟兄们一样，我今天也要说，路西佛是个聪明狡猾的灵物。他用来对付我们的主要伎俩之一，就是用他撒谎、欺骗的技能来说服我们去止恶为善、止善为恶。从天庭会议的最开始，撒旦就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于是他就成了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这场关于神赐给世人的选择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撒旦及其党羽在我们的四周布下圈套，希望我们坠入陷阱，吃下诱饵，好用他欺蒙的手段来捕获我们。他用令人沉迷的东西来偷走选择权。根据字典的说法，任何形式的吸引都是对某种事物的屈服，从而交出选择权，依赖某些会摧毁生命的物质或行为。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大脑里有一个称为愉悦中枢的机制，当受到某种药物或行为的触发时，愉悦中枢就会接管大脑中控制意志、判断力、逻辑和道德意识的那一部分，导致上瘾者放弃他所知道是对的事。这情况一旦发生，人就上钩了，受到路西佛的掌控。撒旦知道如何利用可带来短暂欢乐的人造物质和行为来诱捕我们。我曾观察那样的影响，上瘾的人苦苦挣扎想夺回主控权，脱离会毁掉一生的物质滥用和吸引，重获自尊和独立。一些最易让人上瘾的药物如果被滥用，就会掌控大脑，夺走一个人的选择权，像是尼古丁、鸦片类的药物，如海洛因、吗啡和其他止痛剂、镇静剂、古柯碱、酒精、大麻
和加基安他非命。我很感激受过训练的医生开出适当的药方来减轻病人的疼痛和痛苦。遗憾的是，现今社会有太多人，也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成员，对处方药上了瘾，而开始滥用处方药。万皇之父路西佛深知此点，于是运用他的影响力来偷走人的选择权，并用他可怕的锁链捕捉那上瘾的人。最近我跟一位住在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的姐妹谈话，她跟我分享了她的悲伤之旅，她如何从身心健全、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到罹患精神疾病、健康衰退、家庭破裂，这一切都是从滥用处方止痛药开始的。在我们谈话的两年前，他在一场车祸中伤及背部，他的医生开药让他减轻那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他觉得需要更多的药物，就擅自伪造处方，最后竟然落到去买海洛因，结果被捕下了狱。沉迷药物导致他的婚姻破裂，他丈夫和他离婚，并取得子女的监护权。他告诉我，这些药物除了帮他止痛外，还带给他短暂、高度的欢愉和幸福感。但每一次的剂量效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且每多用一次，止痛效果的长度似乎就短一分。于是他开始服用越来越多的药物，结果陷入上瘾的恶性循环。药物成了他的生命。我跟他谈话的前一晚，他试图自杀。他说，他再也承受不了身体、情绪和精神上的痛苦了。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没有出路，没有希望。这位姐妹所面临的处方药和其他药物滥用的问题并非独特，在我们周遭到处都在发生。在某些地方，死于滥用处方药的人比死于车祸的人还多。弟兄姐妹们，远离任何一种会让你落入陷阱的物质，即使是吸一口什么东西、吃一颗药丸或喝一口酒，都能导致上瘾。一位在戒酒的人告诉我，酗酒和清醒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喝一口酒。撒旦知道这一点，千万别让他用能使你很快上瘾的人为诱饵勾住你。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们，请别误解我说的话。我并非质疑为患有可治疗疾病或极大身体痛苦的患者们所开的处方药，这些药确实是患者的福音。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小心按照医生所规定的剂量服用，我们需要将这种药物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让青少年或其他任何人任意取得。此外，我们也极为担心一些有害成瘾的习性，像对个人极具破坏力、在社会中十分猖獗的赌博、邪恶的色情等。要记住，弟兄姐妹们，任何瘾剂都是向某项事物屈服，从而丧失选择权，而变得依赖该物。因此，电子游戏、手机简讯也需要列入名单中。有些玩家声称每天花18小时在电玩的竞技游戏上，而忽视了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传手机简讯也会上瘾，使重要的人际沟通能力丧失。To become lost.
Not long ago, 不久前，一位主教告诉我，有两个青少年肩并肩站着，还在互相发短信，而不彼此交谈。医学研究把上瘾描述为一种大脑的疾病，这不假，但我相信，人一旦落入撒旦的掌控，上瘾还会成为灵性的疾病。然而，人不论落入何种瘾迹的恶性循环，总还有希望。先知李海教导他儿子此项永恒的真理。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任何上瘾的人，若有意去克服习瘾，都有方法可以获得灵性上的自由，有方法摆脱束缚，而这种方法是经过证明的。这方法始于祈祷、真诚、热烈，以及不断的与我们灵和身体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沟通。这和我们改掉坏习惯或悔改任何一种罪所遵循的是同一法则。这个转换心思、身体、思想和灵魂的公式，可在经文中找到。先知摩尔门忠告我们，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他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这节经文和其他许多经文都向我们见证了习瘾患者是有希望的，这希望来自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在神前谦抑自己，祈求神解开我们习瘾的枷锁，并在热烈的祈祷中向他献上我们整个灵魂。圣职领袖可以在上瘾者寻求忠告时给予帮助，必要时可以推荐他们去求助于有执照的合格心理顾问和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他们也可以通过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取得由原来的戒酒十二步骤所改编的戒瘾计划。我要对那些自己或有家人面临吸引问题的人再说一次，热烈祈祷是获得灵性力量以找到平安并克服吸引的关键。天父深爱他的每个子女，因此要感谢他的恩惠与关爱，表达对他真诚的信心，求他赐予力量来克服你所面临的吸引，抛开一切骄傲，把你的生命和心都交托给天父，祈求让你充满基督纯真挚爱的力量。你可能需要这样做很多次，但我向你见证，你的身体、思想与心灵都能得以改变，得以洁净，蒙自愈，而你会获得自由。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变得更像我们的救主，并逐渐获得资格与天父同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抛弃一切骄傲，经历摩尔门经中先知阿尔玛所描述的内心巨大的变化。我们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爱需要反映在我们日常的选择与行动上。他们向那些遵守他们诫命的人应许了平安、喜悦和幸福。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留意那伪装
那伪装的捕人者路西弗丢给我们的人造诱饵。愿我们有智慧和灵性洞察力去分辨并拒绝他所呈上的各式危险品。而对你们中那些已落入任何一种吸引网络的人而言，还有希望，因为神爱他的每一个子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爱使一切成为可能。我看过康复的奇妙祝福，能让人摆脱吸引的枷锁。我们要信赖赎罪的力量，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知道主有力量，也愿意帮助人摆脱吸引的束缚，因为正如保罗宣告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愿如此成就，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犹他州桑迪和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犹他州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以及所有的指挥与司琴，为我们带来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经由各种方式参与这次盛会的人。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森会长将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孟森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离别一曲高歌。音乐之后，由教会总会总主教大卫·伯顿主教做闭会祈祷。这次大会随即结束。This has been a great session.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次，我有学到真理。我要在睡下之前有走很长的路，也有很多要记得的应许。弟兄姐妹们，这场美好的教会总会大会即将结束，我的内心充满感激。我们聆听了各场大会的演讲者所提出的忠告和见证后，灵性都得到滋养。我确信，我可以代表各地的教会所有成员，为我们所得到的真理表达深切的感激。我们可以呼应摩尔门经中人们的话，他们听到伟大的便雅悯王的讲道之后，同声喊道：是的，你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全都相信，因为全能之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你的话是确实和真实的。我希望大家都能挪出时间阅读大会讲词，这些讲词会刊登在11月的利亚赫拿杂志上，因为这些内容值得我们仔细研读。能够在这栋美丽壮观的会议中心里聚会，享受其中的宁静、舒适和安全，实在是一大祝福。这次大会转播涵盖的地区更胜以往，遍及各大陆，越过各海洋，传送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虽然我们与许多人相距甚远，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各位的灵性，我们也要向你们表达爱和感谢。请容我向这次大会中卸任的总会弟兄表达全体成员衷心的感激，感谢各位多年来忠诚的服务，你们为主的事工的贡献造福了无数的人。参与各场大会的大会堂唱诗班和其他唱诗班，
为我们带来了天堂般的美妙音乐，使得大会内容在各方面不但获得提升，也更加美好。感谢各位与我们分享你们的音乐才华。我要对我两位忠信的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铎会长表达我的爱和感谢。他们确实充满智慧，通情达理，他们的服务价值非凡。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我无法完成自己们朝夕做的一切事情。我要对十二使徒、定额组、七十元各定额组以及总主教团里的所有弟兄表达我的爱与敬意。他们无私服务，成效卓著。我同样要向总会副诸组织里服务的弟兄姐妹表达我的感谢。我们何其蒙福，能拥有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我们从何处来？为何来到世上？今生之后会去何处？复兴的福音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目的和希望。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来到世上，是要竭尽所能去面对个人的挑战，从中学习，并克服挑战。我们必须持守到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回到天父面前，同享永生。天父爱我们，他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我们都能成功达成这项目标。只要我们透过祈祷向他需求，向他呼求，只要我们研读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诫命，他必会帮助和祝福我们。这些事会带来平安。May God bless you. 弟兄姐妹们，愿神祝福各位，感谢各位为我及所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祝福祈祷。我们非常感谢，也感激你们为推展神在世上的国度所付出的一切。愿诸天的祝福与各位同在，愿各位的家中洋溢爱心及亲切有礼，并充满主的灵。愿各位时时滋养对福音的见证，使那些见证能保护各位抵抗撒旦的攻击。大会即将结束，愿大家平安回家。愿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灵性能一直陪伴着我们处理每天的事务。愿我们对彼此更亲切和善。愿我们继续不断地从事主的事工。我爱你们，也为你们祈祷。我再次向各位道别，六个月后再相会。奉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ost Holy Father, 最神圣的天父啊，时间已到了，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的闭会祈祷，希望天父您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平安的结束，而且也享受其中的喜悦。天父，我们的心都非常的高兴，当我们能够接近您，来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我们感谢天父，您能够让我们有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我们，还有所有那些被召唤来案例来带领我们的人。我们也很感谢能够在这一次的教友大会之中学习到的这一切。我们祈求您在过去所以往带领的这一切，所给我们的这一切事情，我们也向您表达感谢。我们感谢您的福音，在这神圣的期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离开这个地方，在远处的地球彼端，让我们这一切都能够很平安地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感谢您，希望我们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将我们自己贡献给教会，让我们能够再次的相聚。我们祈求您能够继续祝福我们的总会会长团，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及所有那些从事这一切事工的人，祝福我们能够继续有能力，能够很敏感知道别人的需要。天父，我们向您提出我们的请求，让我们在这过去的这两天里所享受的这一切，我们这样谦卑的祈求，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务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巴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